受国际趋势和通膨影响，六度的整体房价平均上涨一成，而带动房价成长的关键不外乎交通建设、低房价以及产业进驻等三大优势。央视府喊出宜居580的口号，而背后的原因不外乎即将开通的五台轻轨带动交通力多，亲民房价也是一大诱因外，另外市府积极推动新五科技走廊，人口吸磁效应明显，而五股多个公园也纷纷漆上缤纷色彩，成为人气网红打卡景点，这些都是让五股房市持续进扬原因。若说竹捷运而居早已成为房市上涨铁律，而未来五台轻轨建设完毕，势必会为原本就处双北交通核心枢纽的五股再次镀金，成为当前首购族的买房热区。五分钟之内其实就可以串联上一高哦，64、65的快速道路哦，那其实到双北都非常的近，其实都是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。以未来性的话，我们未来会有五台轻轨，那轻轨它其实总共有14站，中间有4站，好 ，F06 到 F09，会穿越我们整个周子阳本岸位于的地方，到我们的 F07 站。其实慢慢的走路只要3分钟。周子阳重划区与芦洲仅隔一座成芦大桥，10分钟内车程就能到达捷运芦洲站。二捷串联大台北生活圈，包含机场捷运和台北捷运中和新芦线，另外还有中山高以及台6465新北环快等3块，双北交通动脉都汇聚在此，其中又以建案方舟样所在区域最为便利。方舟样它其实就是位在我们的周子阳的中央行政特区，它是最精华的地方。我们从北到南，有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，啊，有我们卫生所，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新建的警察局。那警察局旁边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F07 站。方舟样来讲的话，下楼转个弯就是我们成泰商圈，我们走路4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全联，开车4分钟也可以到达我们7月1号正式已经营运的我们的公有市场。所以其实都非常的方便。那成州国小啊、国中其实也都在附近，所以是非常精华的一个地段。想要拥有幸福的人生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现代人非常重视养生，而从方舟样散步3分钟就能抵达五股唯一一个国民运动中心。这里面不只有丰富的课程和器材，最重要的是还有1年4季的温水游泳池，让你能够尽情的徜徉在里面。而从国民运动中心的后方就是周子阳公园，另外从里面的跨堤路桥也能够轻松抵达424公顷的新北大都会公园，可以说是兼顾了都心生活的快意，同时照顾了心灵层面的惬意。方舟样的设定的话，2到3房，它其实格局其实都非常方正。那它坪数虽然不大，但是它里面所有的机能都帮消费者想到了。小宅来讲的话，现在在市场来说，本来就是它市场的一个主流。那因为它正好跨越、好进入、灵活配置，首购人的首选。第二个，它也是吸引了一些资产配置族群，就是也是资产客哦，会来我们这边哦做一个资金上运用的配置。在大台北都会公园的两侧来说，三重跟芦洲，还有我们五股，其他价格差异已经单品来到20万之幅。20万，你如果以我们25平的产品来讲的话，就总价大约差到500万。每个月的资金付出，它其实就是要1.8万的付出，所以其实也吸引了很多我们三重来的换屋客程。这个区段来讲，现在在低基期，然后又拥有这么多的利多，其实它是市场上非常受消费者青睐的一个地方。方舟样机能完善，拥有绝佳地理位置，除了多轨交汇、交通便利，五台轻轨带来的含金量高、增值空间大，相较其他区域入手价亲民，磁吸周围民众入住。